婚就是不义。哇，我第一套衣服就是一个种子，不义的那个感觉。今天呢，不单单是我一个人上台，跟我妹妹呢，我还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。这位嘉宾呢，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他。在我得了帕金森以后，忽然间又发现了脑瘤，得到脑瘤了后，要开几啊块刀。我一直紧急的当下，要找到医生开刀，但是我找无医生，因为开脑不是一件小小的代志。迄当时我做紧急的，忽然间我的贵人都出现了。我相信每一个人的身边拢有贵人，我们要值得感恩跟关怀。为什么要关怀？就是说你要关怀你自己的心，说啊，我是有贵人的。你不要一直认为说没啊，我也没人插啊，我也什么都靠我自己。没有，很多事情是真的是贵人给我们斗三工，天绝对有安排。这位贵人就是天给安排来的，让我有一位好的医生，是他给我介绍的。开了脑瘤了以后，我现在才可以站在这里开唱。所以这位嘉宾，我们一定要隆重的欢迎他，陈国华老师。我用一生